小春哥，这是对生女儿有执念啊。3月26日，陈小春罕见晒出一段两个儿子的成长萌态。视频中 ，Jasper 和弟弟大秀魔性舞姿，认真可爱的模样，简直都要萌翻了。尤其是弟弟全程都非常忘我，小春版可谓是萌态百出。然而没想到的是，陈小春和殷彩儿竟然给儿子蓄起了长发，而且还扎上了小揪揪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女孩呢。陈小春早前一直希望二胎生女儿，现在看来这份执念仍很强烈呀。不过二胎儿子马上就2岁了，夫妻俩是不是也？